姐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教所设立的安息主日，也是咱总会所定的妇女事工主日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咱大家一起立起来，大声欢喜迎新。交托伊，伊会收束咱
平安。耶稣是全地的主，耶稣是你我的主，咱着全心全意倚靠伊，伊的慈爱会陪咱到永远。We're gonna make it through.
盼望的我更明